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滚滚秀。话说最近团子们都好好的待在了家里，但是待在家里的团子们却停不下来，因为团子们准备开启新一届的家庭春季运动会。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春季运动会正式开始，快点动起来啊，不，快点怼起来。看我的，我怼，谁怕谁，看我的。哎呦喂，真的是厉害了，不过更厉害的还在这里呢。团子，你不是在运动吗？我只在睡觉前运动下。春季运动会的入场仪式，很多时候都需要奶爸奶妈们的引导，比如这样。不过这样的引导方式也是有风险的，比如这样。好了，春季运动会的拔河比赛正式开始了。不过两位选手正扭打的上台，这可怎么比赛呀？哎呀，这位正在向上爬的应该是本场比赛的裁判吧？这可怎么比赛呀？加油啊，裁判，我们在等你。哎，等我。好了，比赛到此结束。据说此次运动会的很多项目都是第一次出现，比如。团子，你是在参加什么项目呢？嘿嘿，我不告诉你，你自己猜。团子，我们实在是看不出来，你跟我们说说呗。好吧，嘿嘿，我参加的是高台跳水。拜拜。哎呦喂！不过无论如何，本次运动会还是为大家保留了滚滚界的传统项目，那就是伟大的挖煤运动。哼，挖煤我一定第一，不可能，我才是。呵呵，你们倒是看看我的肤色再说这样的话吧。